在画油画，只是还没有到这种境界而已。喜欢那个油画的，就是它一直叠上去，一直叠上去的感觉，颜色一直叠上去，然后真的颜色是个学问，怎么弄出这么美的颜色？渐层的感觉。哇，有一天，有一天。今天有特别想喝什么吗？今天想喝冰咖啡，平常都是喝热咖啡，这个天气太热，再一个更开冷的这种就可以了。那这几天喝下来，我觉得就是意大利的咖啡有特别好喝吗？觉得很浓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站着进去就站着，然后开始就一小杯这样 shot 浓缩这样子，然后就喝了，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，为什么他们喝咖啡都要站着，是因为站着有站着的钱，坐着有坐着的钱，然后坐着就是因为你有 service。所以他有加松香香的朋友，那你站着喝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快，一样还是可以喝，然后喝很快就走了，所以还蛮特别的一个习惯。好吧，来 enjoy 我的。